这个月一定要缴班费，没有想偷。这一个该缴班费了吧，没有想偷。这样应该缴班费了吧，没有想偷。现在有方向，有了钱交班费，而且还有剩。你再说一遍。这个呢？900。这个呢？600。这个呢？400啊。把面具戴上。染头发这个，这只要90。哎，你有养吗？我掉了，重了。 带Emma他们一起来搬东西。我在地上捡到了。现在有边也在做一样的计划。晚上突然出现了一名国父孙中山的铜像，矗立在街头，不知道你要干嘛。知道我要干嘛。那刚刚根据警方表示呢，有可能是附近一所高中学生的恶作剧。是我先发现的。但是也有可能他们想要表达什么？我比较穷，我比你穷，需要那个钱交班费，需要钱交毕业旅行费。 我每天只吃一餐饭，我今天一餐饭没有吃。你家里也很穷，你家里啊？对，你家里。你别让我来参观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死在这里。我们必须合作，将来才能做些什么大事。我参加。我们不能穷毙，我们儿子不能穷毙。